哎，师傅，哪呢？都几点了，你还不做饭？你别跟我说咱中午就吃辣椒酱蒸馍。那你要吃啥？那你做个孜然面筋丝呗。乖乖乖，先把面筋撕成丝。面筋丝所需配料：青红椒、香菜、五花肉、蒜片、丝黄面筋。调完汁，来点生抽、味大梅、鸡精、味精和白糖，少来一点清水，搅拌均匀备用。热锅凉油炖油锅，锅留低油下入肉片。把五花肉给煸黄，煸黄之后放点蒜片，这样香着了。嗯，然后下入面筋丝，想吃硬的呢，你就吃硬煸。没听到啪啦啪啦的？嗯，这时候撒点辣椒面，把香味给炒出来。这时候下入青红椒丝，炒出了这个青椒和红椒的香味。撒点孜然粉，炒熟过的白芝麻，下入调好的料酒，大火翻炒。出锅前再来点香菜段，喝了喝了出锅。看，这不就好了吗？兄弟，我宁愿让你胖的精致，也不会让你受累疼。太好了，喷香，开饭。